最近想要入手美版无锁14 Pro Max 小伙伴们要注意了，当你第一次厂家入手一台美版有锁14 Pro Max， 以为是捡到漏了，实则这台机器很有可能是一台有锁卡贴机。因为最近市场有一批有锁 SP 版本的机器被关节成了无锁，这种机器原本是有锁机，需要配合卡贴使用，但是后台拿去进行了关节成了无锁。短期内这台机器的确是无锁，可以随意升级还原，但是三个月后极有可能变回有锁机，所以坚信市场是一分价钱一分货，不要总想着能捡漏，啥漏都让你捡着了。